1935年5月，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，大渡河水流湍急，两岸都是高山峻岭，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。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要夺取的泸定桥。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，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，妄想把我军消灭在桥头上。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。28日早上，红四团接到上级的命令，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。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，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，敌人的两个旅的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，抢在敌人的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。晚上7点钟，离泸定桥还有110里，战士们一整天没有顾得上吃饭，天又下起雨来，把他们都淋透了。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，在漆黑的夜里，他们冒着雨，踩着泥水继续前进。忽然，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，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，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。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了火把，照亮了道路，跟对岸的敌人赛跑。两支军队就像两条火龙，隔着大渡河走了20-30里，雨越下越猛，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。敌人停下来宿营，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。终于，在29日清晨，赶到了泸定桥。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，由13根铁链组成，两边各两。根算是桥栏，底下并排9根，铺上木板就是桥面。人走在桥上，摇摇晃晃，像荡秋千似的。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，只剩下铁链。向桥下一看，真叫心惊胆寒。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，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，撞击在岩石上。溅起1丈多高的浪花，涛声震耳欲聋。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，疯狂地向红军喊叫：“来吧，看你们飞过来吧！”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，号手们吹起冲锋号，枪炮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。2连担任突击队，22位英雄拿着短枪，背着马刀，带着手榴弹，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，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。跟在他们后面的3连，战士们除了武器，每人带一块木板，一边前进，一边铺桥。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，敌人就放起火来，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：“同志们，为了党的事业，为了最后的胜利，冲啊！”英雄们听到了党的号召，更加奋不顾身，都箭一般的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，和城里的敌人激战了2个小时，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，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。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，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。